这几个人像被点穴一样的时刻基本上都是在看电视。四宝宝现在只要听到音乐一响起也会奋不顾身地冲过来。Yeah, Coco didn't know this at all. Well, I did. We did. Okay. 四宝宝今天下午就睡了那30分钟，刚哄睡，然后下楼下就要做核酸了吗？就要做核酸了，然后他下午荡着秋千就睡着了。现在已经是吃晚饭时间了，但是他不醒，他不醒怎么办呢？我要开了个电视，想要把他摇醒，但是他现在很倔强，眼睛就是不睁呀。嗯、啊，可可眼睛不睁啊，快呀，电视开开来了呀，快看呀，可又醒了呀，来吃吃了，好的吗？吃夜饭了呀，快点呀，可可，快呀，电视开开来了，要被妈妈玩坏了。这女人真的太作了。可可。可可吗？醒了呀，那快点子了，快点嘛！哎，对，我太难了。可可 ，say hi，say hi， 可可。醒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哎呦，醒了！迷茫的世界，迷茫的我。阿姨在说笑了。大家伙打牌打得很好的，嗯，然后呢，某人呢就尖叫，你尖叫干什么？嗯，好叫吧？为啥道理啊？因为啊，这个电视呢关掉了，又崩溃了，故意吧？啊，佳佳，电视看好了不能看了呀，对吧？可不呀，对吧？哎，故意吧？啥不拉故意吧？哎，都哎坐到沙发下头去，哎，你坐进去，困进去。哦，上去了，屁股坐了妈咪了，嗯，屁股坐了妈咪，妈咪挡屁股了啊，挡屁股了，啪啪啪，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应该上去了，还可以吧？嗯，佳佳给你搞。哦，打好，哎，阿拉不上去对吧？阿拉打好，哎，不打妈咪打了啊，可可打，哎，可可打好，哎，好了呀，阿拉开心了呀，哎，哎，佳佳来，被捉了，来捉了。嗯，背住了，哦不打啦，哦不哦不妈咪不妈咪，哦佳佳打佳佳打，嘿嘿，哦哦要住要不想搿只游戏分呀，你去背住了，哦住了，哎搿只关脱了对伐？电视关脱勿看了对伐？哎，那妈咪不能住了，住了来，哦现在三宝啊就在玩这个摔跤游戏啊。哎，现在飞呀，那下来拐高了哦，可笑死了，拐高了，哎，拐高了，悄悄拐高了，啊、哦，来这猪，你猪乐意，猪乐意，猪乐意，可可呢，可可呢，不，不，啊、哦，再来拐高，再来拐高，哎，可可，可可，佳佳拐高了，佳佳拐高了。哎，拐高了，拐高了！哎呀，伊拉阿咪都不想，那个都不想，对吧？我也试试。可可要拐高了，对吧？可不然呀？哦，可可要拐高了。可可，侬当心哦！哎呦，拐高了！阿拉可可要拐高了！哎呦呦，侬拐不下来！伊卡牢了，伊拐不下来，伊拐不下来。来，妈咪帮侬一把，好吧？搿搭下来，下来，哎，拐下来！伊拐不下来。摔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，对吧？哎，万事都是很难的。哎呀，拐过来了！哎呀，拐过来了！笑死了。来，我陪他们一起读书，读着读着呢就吵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宝呢要往这里翻页，而三宝呢却要往那里翻页，所以啊，非常的挣扎。嗯，不行。一个要往这边翻，另一个要往那边翻，吵了吵起来了。现在奶爸去解决问题，就是把三宝宝给赶走了。
哦，佳佳斯特了对吧？哎，佳佳斯特了。嗯，这多幽默，看你们书还要爬到桌子上面来，屁股就在桌上，小脚翘起来，哎呀多自在。这样学习才能学好。哎呦，哦，看懂了吗？嗯，会得得了吧？记得起，看懂了要得。哎，对了，侬搿腔调就是跟侬讲知识分子也比不上的，对吧？哎，搿腔调侬勿是讲啥哦？介努力哦，侬看，哎，千里迢迢从下头爬上来看哦，对吧？全天然的学习精神。下期预告解封篇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